36届韩国影评奖颁奖典礼于8日晚间举行，这是由电影评论家协会选出的奖项，而今年是李秉宪和孙艺珍分别获得最佳男女演员奖。李秉宪凭借在电影《局内人们》中对政治流氓安上久的精彩演绎获得奖项。영평은이렇게앞에다가세워놓고칭찬을해주셔서감사하기도하지만좀민망하고힘들기도했습니다10년전에도정말가만히생각해보니까제가앞에나가서한참서있었던기억이나네요이렇게똑같이생긴상을저희집에이렇게세워놓고10년동안보고있었는데상의모양이하나도변함없이그대로입니다한국영화가지금세계의어떤영화훌륭한영화와도어깨를나란히하는것은여러가지이유가있겠지만영화를사랑하는관객분들의그런어떤영화를사랑하는마음이아닐까하는생각이듭니다그런감사한마음을가지고국내에서든또국외에서든그마음잊지않고열심히하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而孙艺珍担纲了《没有秘密》和《德惠翁》主两部作品的主演，最终凭借《没有秘密》斩获影后。제가영화를시작하고처음받은상이이영평상신인상이었어요그때가2002년이었어요정말예뻤을때였죠 근데그때는너무어려서이사실영평상이라는상의가치를그렇게알지는못했어요제가연기를하고어느덧 오랜시간하다보니까참영화평론가분들의이정말좋은말씀을듣는다는게너무쉽지않고아내가그때정말값진상을받았구나라는생각을점점하게됩니다앞으로관객과평단모두에게사랑받을수있는좀욕심이긴하겠지만그런훌륭한배우가되도록노력하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